Silver Lake Village Outlet 位于 Butugaja 的主要高速公路沿线，这也是游玩怡保的一个新景点。今天林可盈要带你去逛逛和探索新大陆，商城自然环境佳，有湖泊、雨树，雨树就生长在湖边，拥有翠碧晴波的绿意盎然的景色。城中西区和湖中央半岛两岸的系列建筑，由国内最长的浮桥相连接，再衔接至北区的主体建筑物。预计日后市民在该处消费和用餐时，可以享受湖光和自然生态的美景，同时也可以在浮动码头搭船游湖，欣赏宜人美景。我们来的当天刚好是Coach开张，人潮特别汹涌。听说这里有Coach的咖啡店，选日不如撞日，就直接去试试看他的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吧。一来到门口还需要排队，他就坐落在服装店的正中央。这里的餐品包括咖啡、茶、招牌可可，还有招牌冰淇淋。多数人都会试试看他们家的招牌饮料，尤其是可可和冰淇淋。虽然餐品不多，但整个流程从排队到拿到我的饮料还是用了大约30分钟。可能除了人潮，咖啡师也刚上班，所以还是可以理解的。他的 con 全部有那个 coach 的字，味道会很重，是吧？要进去店的吗？这里真的很适合家庭周末逛逛。你可能认为因为多数男人和小孩都在探下午茶，女生都可以慢慢的选购心仪的包包和服装，其实不只是这样，这里有很优美的天然环境，很适合散步。在商店旁也有小型孩童游乐区，这里也可以玩水上活动和乘坐小船到对岸，一边在欣赏湖景和一边看夕阳日落。我想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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